锡锭是电子产品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，全球有三分之一的锡矿是来自印尼。印尼成为全球锡锭生产第二大国，排行第一锡锭出口国家，而大部分锡矿就在邦加物里洞。2019年，印尼财政收支报告中，锡锭出口成为主要支撑部分，达到80.19%，成为当地最大经济支柱。邦加物里洞除了锡矿之外，在农业方面以白胡椒闻名全国。这里白胡椒独具特色，香中带辣，简直是一种很好的调味品，每年生产量能够达到30,000公吨。据说从荷兰殖民时期，这里的矿工就已经开始栽种胡椒树，直到现在已经有300-400年了。邦加岛第一个胡椒园由华人矿工所栽种，栽种地点正好靠近锡矿，因此他们通常会利用空档照顾所栽种的胡椒园。每一公顷胡椒园能够产出150公斤干胡椒，平时7个月采收一次。面对价格低廉，当地农民不因此而受打击，他们还是十分勤奋栽种，对品质上仍然很讲究。大新闻李关龙、多尼印尼报道。